哎呀，我能把你吃吗？芭蕉，芭蕉，芭蕉，嗯，吃饭了？几点了？太阳晒屁股了。哎呀，我想再睡一会儿。你盖这么厚不热吗？嗯，不热。看你昨天晚上睡得挺好的呀。嗯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就这样进来的呀。我的门不是锁了吗？你门没锁。我锁了的。没锁嘞。哎呀，我喊我干嘛啊？吃饭啦、啊！我不吃。我妈都把饭做好了。我不饿。快一点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哎呀，好吧，出去我穿衣服。啊。李玉成，李玉成，好了没有？哎呀，过来坐这里。咋了？我那个门不是关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？门关呀，那是你忘记了吧？我关了的，我记得我关了的。没关，你忘记了。你进来的时候门没关吗？嗯。没锁吗？没锁。我记得我锁了的，我还特意起来看了的。你肯定是玩着手机又睡着了呗。我的晚上实在太累了，这床睡得很舒服啊。是，我看你睡得挺香的呀。是吗？我不想下去吃饭了，你去吧。不吃饭怎么行呢？等我去街上买点包子。那你是嫌弃我们家吗？我不嫌弃，怎么会嫌弃呢？那你吃饭也不去。我不好意思啊，跟大家坐在一起。嗯。那你还住在这里的，这边怎么说？我是借住一晚。我又不长期住这里，那吃饭没关系吗？我不吃，我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？喊你吃饭都不去，还有要求啊？好不好嘛？什么要求啊？我可不可以？可以吃吗？可不可以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能把你吃吗？没有，先吃饭呗。没有，我可不可以抱一下你啊？不行，你等一下，来我家坐，等一下被别人看到还抱我，那岂不是？这里有监控吗？难道没有啊？这个以防万一嘛，等一下别人看到嘞。抱一下怎么了吗？你在这里睡，我们那些隔壁邻居其实还不知道的。抱一下冷掉块肉吗？不抱。抱一下。哎呀，不抱就不抱吧，你这人。现在吃饭吧。不吃。吃饭去啊。我不去，我就抱一下。抱一下。那我得存上来吧，你还是别添口。我不吃。我不吃你们家的饭，我回去，我脸也没洗，回去。你不吃饭，那明天不用住这里了。我就要住这里，死了你不让我抱。不抱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走，你下去，我整理一下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下去吃饭嘛。整理一下，我回去了。